久不见了。好久不见。还好吗？你要当舅舅了？他威胁你？没有。都怪我。怪我。你不要听他的好不好？我宁愿做一辈子牢，你知道吗？说什么呢？你别乱说。你肯定会从轻处理的。4年之后你出来，孩子才4岁。欢迎来到我们的家。遥望啊，你这是要喜事丧办吗？丧事喜办，没关系，你开心就好。两位新人，看我，拍了。今天是我们安氏和海德共同携手发布未来10年的重点项目新中式园林，这对于两个集团来说都是发展壮大至关重要的一步。据说安氏和海德形成合作的重要节点是海德请来了横空出世的神秘鬼才设计师 Rita， 您可以证实这一点吗？ Rita 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有她为这个项目坐镇是我们双方的荣幸。徐董， Rita 呢？他怎么还没来？今天早上已经派人去接他，但他没有等我们的人就走了。我现在正找他。务必确保他今天一定出席。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海德实业的曲总和 Rita 共同致辞。各位，在瑞塔出现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两句。毕竟总得先有骑士先行开道，才能凸显出公主的尊贵，大家说是吗？可是她也许不是公主，而是女王呢？
我们结婚吧。瞭望，坚持住，瞭望，坚持住！你别死，听见了吗？求求你，宁愿死，要选择离开。我放你自由。雅望啊，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曲总不开心吗？瑞塔，看来这四年你在国外过得还挺不错的。过得再好，也不如曲总您啊。你变了。你倒是一点也没变。曲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这次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不惜隐瞒身份要跟我合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海德实业的实际控股权还在您父亲的手里，对吧？我作为一个刚回国的新锐设计师，跟最有实力的企业合作，有什么问题吗？你明明都知道，海德的业务其实都是我在管。曲总。我选择海德，只是因为对我的前途有帮助。至于他的总经理到底是曲蔚然、李蔚然还是张蔚然，我一点都不在乎。四年了，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夏木他快出狱了吧？你回来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他吧？决然，我警告你，少打夏木的主意。还真以为你百毒不侵了呢。这个项目对你接管海德有多重要，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如果你想顺利掌权，别动他。公司见，瑞特。小狼，等一下，别动啊。虔诚，用一腔孤勇，撑过软弱寒冬。
怎么了？有些怀念。一会儿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给妈上炷香。当人海逐渐散去。